动的。对，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我很喜欢。所以也就代表说，我们艺术扎根已经进入到第十年了，对，也就是意味着王丽老师陪伴我们进入第十年，十年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更期待王丽老师可以培育的国小进入下一个十年，掌声给王丽老师鼓励，谢谢。那刚刚看到学生的表演，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的孩子，育德的孩子，不止在音乐。艺术表演艺术方面，我们真的把艺术领域这个领域发挥到淋漓尽致，希望每一个孩子站上舞台就是能表演，就是能展现他自己充满自信的样子，这是我们最期待看到的。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打翻春天，里面充满了春天的意象跟气息，生生不息的意象哦。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将社区走读，我们的校定课程走读外族跟侨经二零也融入在我们的绘画当中，所以我们有社区地图，待会我们还会有台语的小小解说员为大家做解说，欢迎大家一定要参观我们的画展。对，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每次站在台上真的都很爱哭，我很爱哭，真的很感动，非常感谢今天在这个春光明媚，今天没有很明媚，但是呢还好老天作美，没有下雨。欢迎各位来莅临指导，然后给我们最大的鼓励。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嫁来台湾23年了，然后在22年前我还住在大城乡的时候，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听到有一位农夫大声的吆喝说，进来进来哦，大陆妹咋夸咋夸，他说大陆妹一堆10块，高丽菜一颗30块。那时候我就上前去跟他理论，我理论的不是说为什么这个菜叫大陆妹，我就问说，大哥，为什么大陆妹一堆才10块钱，高丽菜一颗就30块，为什么高丽菜卖得比大陆妹贵？然后那个农夫他就被我的话都乐了，他就说，妹妹啊，因为那一年我才23岁，所以可以叫妹妹。他说，因为大陆妹生长的周期比较短，高丽菜生长的周期比较长，它付出的成本比较多，所以高丽菜比较贵。其实那一句话呢，犹如醒壶灌顶，在我心中一直放了22年。那时候我懂了，原来一个人的价值是需要时间的历练，需要岁月的淬炼。所以我在台湾待了23年，在我孩子的爸身边待了23年，我在育德待了10年。我知道一个人的价值，我的价值需要时间的淬炼。教育包括刚刚督学讲的食农教育都是顶尖的，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感谢我们所有在场的校长。现在的校长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还要内还要外，甚至还要公关，还要做行销，所以这个未来校长应该是全能的校长。那今天特别在这个地方，我们督学也有问我说，我们这个图书馆很抢手。没错，我们图书馆的确很抢手，我们馆长非常棒，很优质，我们的很多的展览展示都是地方有蛮多的主动来邀约的，所以我们跟督学报告，我们这个二零的艺文强就强在这里，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各位多多给予我们一个掌声。图书馆其实我们在彰化西南角，我一直在强调这里是最棒的一个展厅，最棒最好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展现西南角人文翡翠还有我们的文化最基本的一个发源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肩负很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那希望这次的展期能够顺利。那刚刚督学也提到小小解说员，这刚刚等一下我们一定要留下来，然后让这些小朋友亲自帮我们导览。那感谢王丽老师，10年不容易，那我想我们这个地方扎根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Thank you.
所以今天来的人应该是新年也。